精神抖擞，看着我这一次念，好，德五错，咱是五德呢，啊，你都必得五啊，哎呀，我比错，哦，你比错，过几摆，好，过几摆，预备，五德，对，我问你，这是咱当的家训，家训是哪几条啊？哦，这我知影，第一条诚信，对，第二条孝顺。对，第三条诚实，对，第四条团结，对，第五条清洁，对。啊，我拢讲对，你伫甲拍，我得跟你对拍子啊。因为我背了袂歹哦。啊，你犯了哪几条？我犯了就，我说话不老实啊，我又乱花钱，所以我犯了第一条诚信，第三条诚实，第五条清洁。所以你感觉讲，你第二条跟第四条没有犯到就对啦。啊，对啊。哎，第二条是啥？孝顺。你欧北开心，你对妈妈不好啊？第四条是什么？四条就团结。团结。嗯。咱阿拉伯跟我讲心，对，不团结啊，全部都犯了，拢做唔对。哦，你卖生气啦。我问你，你叫啥名？我伍德超。伍德超。意思就叫你超越伍德。结果呢？你好改名啦。啊。改姓林啦，叫做林伍德。啊，好啦，你若讲我拢是我唔对啦，莫阁生气啊。我袂甲你生气啊，生气我甲你吼，加气派性命。对不起。哎，妈，再回去。起来，再回创啥啦？啊，甲你处罚创啥？哎呦啊你！即嘛吼，我你在打工，一点钟，互你两万。啊？啊！你唔是甲我开十万去，啊！所以你也伫遐徛五点钟，好，徛到爱看伊两字哦，徛到看二 D 变成三 D， 你才会晓落来。妈的啦，开遮唔通啦，迄囡仔你行来行去，足歹看的呢。歹看。啊呐。安尼我甲即块放喺大门口，啊，互厝边头尾看。啊，没，我徛遮，徛遮，啊，近看较有啦。看啊，看啥？没有了，一步都不准离开。陈威啊，我下阵只徛五点钟，好好反省一下啦，别生气吼。